会不会是二十的？这一条。哎呀，好大劲！今天来到荆门的一个风景特别漂亮的水库，听这个粉丝介绍说呀，他在这里去年钓上了很大的鲢鳙，断了多少线，什么六号的、七号的、八号的，都不计其数。他钓上来最大的有25斤。今天我来挑战一下，看我有没有这个运气，把线钓断的。还有金板浮的鲢鳙，单开，希望它钓到我想要的20斤的。这个最好是一次开包，然后用这个240毫升的这个量杯，一次就是4杯半，再别让它高的高，低的低，就这样一推，这样放的就是最好。由于听说这里面鲢鳙挺大啊，关键我现在钓小的也没兴趣啊，所以用的线组挺大，杆子是7面的，千圈里4带，主线是6号的，子线是4号的，钩是5号的，加强版新关东，浮漂是70005.2克的1401的3号。这个线组在这个季节20斤的应该是没问题，就看它吃不吃。这个就是你看这侧面拿一弹出来，这样你像这样捏个3-4下，它大概就能坚持个雾化个1分钟左右，带进去再这样一捏，这就可以。但是抛竿一定要柔抛啊，这柔抛就是送出去的那种感觉，你不能死劲一抛容易掉。好像一刚下去它总在半路的梗接这个感觉，应该是小鱼，但有口总比没口好啊。我有泡泡了，这是真泡泡。好像不小啊这个鱼，哦，毛着的。这么大的粽子，不大，双钩搞上去打桥了。说了它不好好吃吗？这个季节，不能这样抽的。你怎么这样抽？你从下面往上呢？这个天气啊，那个鱼有时候不好好吃，来的也慢一些，比夏天慢一些。有时候你看我现在泡了1个多小时了才来口，因为水还是凉，摸的水还是凉。不像20斤的。这个大一点。咦，这条可以啊。哇，哎呀，是银色的，是。哎呀，这条还可以。哎呦，好超长超长超长，这提不起来呀，这有10多斤呢。银色的，看到没？放护的。哎呀，好，这个10多斤的来了，20斤的还会远吗？这大一点的口明显都不一样，直接这个5-6目黑标了。哎呀，行，哇，好大劲的这里鱼，它是蛮好的口我才打的，好像那一层大一点的来了。
别人经常问说在窝子里面脱个窝来，它会不会炸窝？没事儿，这个莲蓉你一种，它在正在正在唰一炸一刨，旁边的也一刨，很快就回来了，最多是两三分钟、五分钟，它就回来了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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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饶饶饶饶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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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来呀！你！哇！一个屁股！这力量就像一条牛往水里坠。这个钓莲蓉的人呐、啊，他都说莲蓉全身都是口，意思就是莲蓉钓到哪儿都容易毛着。在这个季节更明显，尤其是这个季节，它是白莲更容易吃，花莲它还不怎么动，所以它更容易毛着。炮弹鱼。你来不来二十斤的？会不会是二十的？这一条，哎呀，好大劲！哈哈哈哈哈！我的，又不是。哎呀，怪不得这么大劲呢！哎呀！这声音。这劲真是大呀，这个水深又轻，这鱼劲真是大。收竿，看一下钓了几个啊。收竿，看看钓了几个。这今天来到襄阳附近的一个比较好玩的水库，杨庄水库。这个水库好玩有两点，第一比较大，水面很大，这个看起来很舒服。第二点好玩的是收费低，50豆，而且呢鱼还挺大，听说这里钓起来扁鱼都是5-6斤，草鱼都是20斤以上的，翘嘴都是6-7斤以上的。所以这里钓鱼有一个好处，一条鱼就回本，看我今天能钓几条。今天还是玉米打窝，玉米钓窝料就是嫩玉米窝料加新鲜玉米，钓饵就是这个瓶装的钓饵啊。由于今天这个地方啊鱼密度不是挺大，个体挺大，所以我用的杆子长，第一次用10米的杆子来钓玉米。第二呢，我今天还有一大特点，钩距特别长，你看这子线是2.5米对折的，钩距也接近1米。为什么我钩距做这么大呢？因为这里水深大概有5米多，然后我钓的时候我会把两个饵的距离拉得开一些，这样的话它就是在鱼层的判断上可以给我们减轻，比如说我不知道鱼在哪个层次，我就可以飞铅飞个3.5米，然后就钓的钩距是1.5米，这样的话我就会在4米到2米之间都会的，那鱼都看得见我的饵。
哎呀，太大油了，怎么今天跑得这么油呢？今天跑干不是问题啊，但是这个打窝可是问题。这有一点顶峰十米的杆子，这抛出去虽然容易，这个能把玉米打到窝点可是一定难度。刚开始窝子要多打一点，因为刚开始鱼它不会很快的来，因为像这种一条就回本的地方肯定鱼会来的比较慢，因为它鱼也比较大。哪这么快呀？怎么可能？你有口了？嗯。哇！啊？啊？顶平的。那在面上接着的。那你钓的蛮浅是吧？我也打了行程了，但是这个那没有这么快哟。那可能是小餐子。哎，刚才是不是顶了一下了？还接了一下，没接进去。好，重抛一杆，说不定就接着了。嗯，嗯，嘿呀，我说是小的吧，在面上接着的。太过分了。不是说一条就上岸的地方吗？啊，不是说这里钓一条就是直接回本吗？我这钓了一条啊，这回得了本吗？这，嘿嘿，现在还是鱼没有进窝，虽然有时候有一个小动作，它都是顶漂，这顶漂啊就是小鱼。稍微大一点的他就拖着走了，哪个去顶呢？他是吃不进去他才顶，顶的不累人呢。刚才钓三米多，我现在改钓两米多。几个量啊？哎。哎。又不大呀，又不大呀，它一条上岸的呢。我现在感觉，哎呀，都是这个一斤的，你能不能来个？你就不能跟我来一个大一点的吗？让我一条上岸的那一种。太气人了，给我来一条一条上岸的。嗯，这一条是能上岸的吧？是个啥？咦，也不大嘛，翘嘴。哎，马上到下面去，快上去噻！这是红旗水库的，钓的不钓物的。嘿，他都往上提的时候，它上面有一个，咦，这条会不会是上岸的呀？还没看清楚鱼是什么鱼，不像啊，草鱼一样的莲子吗？那就瞪莲蓉了。
来来来，来来来，上岸上岸了上岸了。这一条拿着照相，你的照吓死人了，真够得上的神这。正好我要起着它一抢啊，看看有多重啊。7斤。6磅，6磅。5斤多一点。这是叫著名的一条回纹。这一条怎么了这？上面这一节红烧，这里到这里清蒸，下面这一节做了个风干鱼，吃三餐。吃了一口停了，停了我就想换饵，我慢慢的拿上来，他中间接了一抢，他喜欢吃那个移动目标，这个翘嘴移动目标他喜欢吃。我现在的目标就是想钓一个这个那个大鳊鱼，这个户口这么大个鳊鱼，现在目标就想看那不倒窝不行了。不打窝还不行呢，太齐呀，没了。咦，鳊鱼吧？我说要鳊鱼就来个鳊鱼，他蛮听话的，可惜不是锅盖，是那个，小锅盖，就是那个3人小三口之家的这种锅盖。这说鳊鱼就来个鳊鱼。这个草鱼的有点嫌弃这个感觉了，随便捞一下就那个了，一点都不尊重这个鳊鱼。这一家三口真的还吃不完呐，除非有一个特点，特爱吃鱼。不行呐，风平浪静的。哎，是的，又中了，这我说了吧，就小师妹那一招啊。他喜欢吃移动目标。哎，所以要不停的抛噻。他喜欢这样，哎呀哎呀呀呀，看都不想看，太小了。从现在起一直到天黑，都是这个水库比较好钓的时候。可惜这个时候别人收屋了。哎呀，小点声音，又吃了一口。你们把我鱼都炒跑了。哎呀，气死我了。等这么好个口来个小翘嘴，你好意思吗？翘嘴你这么小。好，来看一下今天的鱼货啊。大概20条鱼，3个大鳊鱼，再翘嘴只有2条，大一点的大概有5斤。我认为啊，50斗在这里，你只要钓2条翘嘴加一个鳊鱼回去，你媳妇儿就会表扬你，然后你明天又可以出来钓。